就是这一类啦，就是我想要做比较文青类的。文青类的像什么、啊？像是美国很有名的那个铁达尼号啊，你有看过吧？啊，铁达尼号我有啊，就是 Rose， Oh Jack， Oh Rose， Oh Jack， Rose Rose Rose， Oh Jack， What's that？ Oh I can， Let's ice mountain， Okay go，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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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。Jesus Christ! Ah! Oh, we are sinking! Oh, it's getting deeper, deeper and deeper! You jump, I jump! I just 把螺丝弄松了。你在干什么啦？我不小心毁了这一部唯美的爱情文艺片。可是，我觉得啊，其实各个爱情文艺片都有自己的特长，像是欧美式有美式的特长，欧洲有欧洲的特长。所以欧洲什么特别长？等一下的会特别长啊，名字特别长是吧？名字特别长啊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看欧洲的文青浪漫片了。那我们欢迎第五组，第五组。在一个美丽的选后夜晚，所有人不分党派，热舞狂欢。阿巴布，我站在了。哎呀，小
遇到我的真爱了，我一定会娶她回家的。啊，下面正牌，下面结婚，你受罪哦。啊，婆啊，妈，我跟你说，她的名字叫朱丽蓉。我下次带回家给你看。朱丽伦，好啊，下次带回来给阿木挂款。好，可是他的名字好像有点熟哎，好像听过。他是第二户家族的朱丽伦。啊！柯皮欧，
为什么你是高压裤家族呢？如果你愿意放弃你那高压裤，你那腰线，然后发誓一生一世爱着我，那我就愿意嫁给你。是哪个星辰？是哪个神奇？什么东西？在他眼中，我看见爱情。你是我朝思暮想的那个柯平庸吗？是，我就是，所以我才会捡到这命运的鞋子。嫁给我吧。可是我爸妈不准。不然我们商量好了，带一个，带我去一个只有你跟我的地方吧。好，走，我带你去。你说的真是太对了，你说了什么？你还有事吗？想说啥？又爱做傻事？你说说他几句啊？孩子爸，你还是别说好了。不要笑。你说的真是太对了，你说了什么？我知道啊，朱立伦自从1月16号之后啊，好像就要回去当市长，听说还会做好做满。嗯，他一定是在低腰裤家族那里啊，我们去把他抓回来好了。您是要我把你扶起来是吗？可是您住不可以吧？来试试看，来1、2、3，站起来啦，还是怪怪的，过来一点吧，我帮您追着。哎，好嘞，好像还比以前更好啊。
就算你们真的在一起，一定会天天吵架的啦。你敢说我们？我敢。你敢打我女婿？你敢打我女婿？我好歹以前也是动感明星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是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，因为你们长得实在是太丑了。你看看你，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，土，就是土味啊。为了解决你们两大家族的纷争，我决定还是找个最公正的人来好了。来，牧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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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科比哦，你们先吃下我种的特殊辣椒，谁就可以娶朱丽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屌，鬼椒是野。